都有機會做得到，合兩人，兩人之長。主席，本人是希望梁振英快落台，冇阻住地球轉。你係咪唔信啦？梁議員發言時間到啦。呢個咪梁振英。梁議員，請你立即停止發言，坐低。就係嗰個幾次完。有冇其他議員要發言？主席，我想請問咧，即係啱啱啊梁國雄議員咧發言嗰陣時咧，佢多次就指話有時就話蔣麗雲議員乜乜，有時又話阿袁秋你就乜乜乜。咁即係因為報章咧就曾經就話我個花名叫做袁秋，咁我可唔可以咁樣去話佢？你唔應該咁講咧？即係呢個係花名袁秋呢個字，咁我可唔可以以呢個名字你去回？蔣麗雲議員，其他議員發言，如果你認為佢發言嘅內容有違反議事規則嘅，你可以指出；如果你認為佢發言嘅內容有一啲咧，你想佢澄清嘅，你可以提出要求佢澄清。我想問你而家提出咩問題呢？好多，不過講唔曬啦，算啦，唔好嘥時間啦。有冇其他議員要發言？請議員不要在座位裏面高聲。蔣麗雲議員，蔣麗雲議員，我知道我跟住咁講咧，好多人會認為是笑話嚟嘅。不過各位尊貴嘅議員，唔好忘記呢個係立法會嘅會議廳。我哋係曾經都認為應該維護我哋立法會嘅尊嚴嘅。有冇其他議員要發言？